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里平安。今天我们同心聚集，感念神的救赎与大恩。今天我们欢声歌唱，歌颂神的全能与慈爱。主爱的带领，使我们齐聚主前，共沐主恩。主爱的感动，使我们口串心和，高声赞美。经上说，当用灵歌、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彼此劝解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是的，我们要赞美真神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。我们要赞美真神，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。主啊，万民都要敬拜你，万国都要称颂你，因你是至高的神，慈爱的主。接下来我们宣布真耶稣教会福清市教会第七届诗歌观摩会现在开始。感谢神的带领，今天的诗歌观摩会分为两个篇章，第一个篇章是中间诗班献唱，第二篇章是青年诗班献唱。在献唱之前，首先向弟兄姐妹介绍我们今天到场的评委，他们是真耶稣教会长执会召集人王清如长老，真耶稣教会前港教会负责人林福珍长老，真耶稣教会福清市教会负责人王清平长老，真耶稣教会福清市教会西安山圣歌团团长林玉金传道，真耶稣教会福清市教会西安山圣歌团原指挥陈小梅老师，福清市教会西安山圣歌团指挥江霞怡老师，真耶稣教会福清市教会西安山圣歌团伴奏何庆芳老师。除了以上的各位评委，现场还有来自各地教会的长执传道以及同龄。现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。